婆媳过招，字字珠玑，句句辛辣。快上中天官网票选出你心中最棒的对白。我们都不要想依靠男人，特别是孝顺的男人更靠不住。我跟我儿子的感情肯定比你深，就有机会得到高级耐热玻璃保鲜盒组哦。请锁定中天娱乐台，婆婆来了。而在这次总统大选中，一直保持低调的金小刀金溥聪也前进南台湾了，为党籍立委辅选。来看看金溥聪他在选战的关键时刻如何的站上第一线。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加油！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加油！好久不见的台湾加油站执行长金小刀十一号下午出现在南台湾街头进行复选。马英九。五号政党票，屡次都是浮选战将的他，这次总统大选却是不见身影。这回为了帮党内立委浮选，亲上火线，挨家挨户扫街拜票。很多人会跌破眼镜，尤其是民进党人士。怎么说跌破眼镜？就是我们在台南会开出很漂亮的成绩。一到市场立刻吸引婆婆妈妈握手，南台湾选情看似紧绷，该怎么打出漂亮选战？金小刀有信心。我们几位候选人呢，都是战将，都能够打出漂亮的成绩。小刀亲自出马，就是希望能巩固蓝营在南台湾的选情。这是新闻赖冠中台南采访报道。